你看那边啊，一定有木薯，刷点木薯。我只想吃肉。你嘟嘟囔囔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是说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连个歇脚的茶水摊都没有。在我们中州的茶水摊都有吃有喝的。就算是有茶水摊，我们也没钱啊。那你这个太子也太穷了吧？我。哎，对呀，我们有妍希啊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想把妍希卖了当钱使吧？不是不是，妍希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，可以卖钱。我们全仙君战士，宁愿流血也不流泪。真的？是，除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否则我们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。你看那成饿得多可怜啊！要不你就痛苦一下。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找吃的吧。那你陪我去吧。我去捡点柴火。哎。那我自己去吧。这小丫头啊，嘴可真馋。太子殿下，你也饿了吧？我去抓点野鸡。好啊，多谢大将军了。你以为我喜欢你？当初我就不会毁掉我们的婚约喽。好大的木薯，怎么这么难挖呀？连个破木薯都这么难挖。藏流星军器，那声。那声，那声，那声，你醒醒！那声，那声，那声，怎么会爆炸？那声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挖木薯，你醒醒好不好？那声，那声，妍希，我来看看。怎么样？哎，完了，救不活了。妍希，不如这样吧，咱俩挖个坑把它埋了就好了。啊？嗯。你是要哭？你在装死啊？也不全是。你还撒谎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就看木薯太难挖了，我想用法术把它炸松一些，但我没想到就把自己弄晕了。我看妍希为我挺担忧的样子，我一时不知道是早点醒还是晚点醒好。当然是早点醒啊，怎么能拿性命开玩笑？你呀，去呀！哦，妍希，妍希，想不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当年啊，你母亲虞姬、如意夫人跟我那可是姐妹情深。后来，虞姬因为战乱与你们失散了。他机遇成疾，便撒手人寰。好在如意夫人找到你们了，没想到这一眨眼就过去这么多年了。夫人是长辈，多谢夫人当年照顾我母亲。哎呀呀，少主可使不得！哎呀，少主，少主使不得！哎呀，
呀，我只是一时感慨，没有想到当年还在襁褓中的孩子，如今竟然变成如此强大的海皇了。只可惜苏诺他……当年是我做的不好，没有好好的照顾他。哎呀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都是些伤心的事情。想来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该瞑目了，以后的日子也算是有着落了。少主，白英郡主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夫人请。再喝就醉了，这酒后劲大。没事，这酒不烈。多好的孩子呀、啊！是不是啊，少主？妍希，妍希，你不要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能不生气？那我就是想看看你担不担心我吗？我当然担心你啊。真的。那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保护你是少主交给我的任务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我怎么和少主交代？那除此之外，要是冰块哥哥没跟你说让你保护我，你还担心我吗？我，那你就能拿性命开玩笑吗？是不是中州日子过得太好了，你就不把性命当回事儿？不是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担不担心我。我当然担心你啊。又绕回来了，我鸡都烤完了还没绕出去呢。这两个傻孩子那生不过就是想知道妍希到底喜不喜欢他，如果妍希不喜欢他的话，也不至于生那么久的气吧。这妍希也是的，那生从早到晚的缠着他逗他笑跟他撒娇，不是喜欢他是什么，连这都看不出来。得看着我干什么？说别人倒挺会的。哎，别吵了，过来吃鸡。不吃。不吃。明天可是要去九翼山左峰的啊。不去。不去。行了，咱俩吃。哎，妍希，妍希，妍希，你陪陪我嘛。其实，有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。羡慕什么呀？能说出自己的喜欢，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一直在你身后。你怎么一个人来这儿啊？我啊，这个白英，你知道你已经喝醉了吗？我知道我喝醉了，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，我千杯不醉的。百年前你就喝醉过一次。你说什么？你不可以拉我的手的。为什么？他会不高兴的。他很多时候都会不高兴，可是他从来都不告诉我。你不可以拉我的手。
什么都知道，那谁可以拉你的手啊？宋墨。那我是谁？苏魔长得一样好看。你知道你这么做苏魔也会生气的吗？嗯，可是这都是小事。小事？嗯，还有更大的事情会让苏魔生气吗？我才不会告诉你。看来你真的有事情瞒着他。我没有瞒着他，我只是想把运气用尽，只为触摸你，连哭泣都那么动听。你听那天的雨声细细低语，那是懂我的心，请你聆听。因为当天晴，我困了。苏墨，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不在了，你再也找不到我，你不要难过，你只要知道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、最好、最好的人，我永远都会。你放心吧。我说过，我永远会守在你身后的，不会让你消失的。少主，少主啊，不如你们再休息片刻吧，等白鹰郡主醒了再前往九翼山啊。不必了，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，距离九翼山还有一段路程，我想等到了九翼山太乙应该醒了。这是醉华园的酿方，烦请您等郡主醒了替我转交给他。若郡主有任何不懂的地方，可传音珠，随时来问我。夫人有心了。我是真的喜欢白鹰郡主，虽然如今云荒形势危急，可是我也希望他能够偶尔放松一下。他呀，处事周全，端庄持重，可是拘谨得很呢。看起来实在是太苦了。白鹰要是知道你这么关心他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现在就启程了。恭送少主。愿无主得偿所愿。醒了。这果酒甜腻，没想到如此醉人，我以后不会再乱喝酒了，免得耽误了行程。没关系，不过你喝醉酒挺可爱的。你
你先放我下来。好。这就是九嶷山右峰的入口。九嶷的结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？那也要闯。这里的结界确实很厉害，我已经能感觉到我的法力在减弱。还有其他不适吗？没有。这是萤火虫吗？这里怎么不像天香夫人说的那样？不要被表面迷惑，小心点。不知道这树林深处还有些什么，我们走吧。破军也要亮起来了吗？没错，贪狼脱困，离乱闭起，照明行仙，分野大乱。如果说贪狼代表的是苏魔，他重归于红，引起风起云涌，那么照明便是代表着真蓝，真蓝苏醒，恐丧复苏，恐海结盟，渐渐地形成与苍流的对峙。如此说来，苍流危矣。破局，便是这破局之星。叶欢，叶欢，谁在叫我？想得到强大的力量吗？是谁？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能给你想要的。你想从这得到什么？跟随我，听从我的号令。我不会跟随任何人的。我懂你的所有，你的害怕，你的野心，你的欲望，你想摆脱一切，你想真正的赢一次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跟随你，如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？我会给你自由和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最想要的我自己会得到。但愿你不会后悔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这林子里雾气太大了，都看不清方向，我们好像迷路了。破军重现。破军，昊星破军是破势力，难成定论。云荒上的破军陷阱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，如今它隐隐发光，不知道代表着什么。星星也不见了，现在更加难以辨别方向。我们走吧。
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我有一点，苏墨，我跟你走，我不回见他了。白银。刚才我们都中了瘴气，你跟我说了很多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你想当剑圣，行侠仗义。你还说 我还说什么？你还说你不想消失，你想活得更久一点。我把我自己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我就是羡慕你们能够活千年的时间。如果我也可以活那么长的话，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真的只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以为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都是胡言乱语的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怎么了？又不舒服？可能是瘴气吸入太多，我不知道我能撑多久，可能还会发作吧。赶紧找出口吧。可是现在雾气这么重，星辰又被遮住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辨别方向。万事万物相生相克，有很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绝处逢生之处。你看，所有的飞虫都往那个方向飞去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走。没想到他们竟然过了瘴气森林，登上了九翼山。那我们应该……百年了，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。我已向晋城送信，相信智者大人会帮助我们。这一次我要彻底了结了他。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你是看我累才说想休息的吧？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，之前也没有听你说过累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大家的安全，还有保护你。
累还是不累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你可以，你可以对朋友说一说，你也应该多关心一下你自己。空海联盟，你要习惯有人在身边帮你啊。好。嗯。这是九翼王的鬼车鸟，鬼车鸟来之时便是九翼王求药之时，可为何今年比往年要早些？鬼车鸟传信说，苏魔与白鹰已登上九翼右峰，他们是要去找辟天剑，把玉环叫来。是。走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水源，你渴不渴？我去找点水吧。先不着急，我看能不能用法术把水凝到这里来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九翼山果然诡异，我们找找别的地方，看没有其他水源。嗯，走吧。一潭死水，我们好像真的到天香夫人说的迷雾森林。这森林中的一切，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森林无异，但实际上却是一滩死物。这情景的确像进入梦魇一般。九翼山本来是亲王一族的领地，只可惜百年前亲王臣背叛空桑，就沦为了苍流的领地了。听说亲王臣已经身死了，如今我对亲王臣的生死仍然存疑。从云荒回来以后，我让如意去查探过，但还是没有消息。你为什么对他的死有所怀疑啊？当年在镜塔之上，他说权仙的血气对他没有作用，我随即催发，他果然毫发无损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怀疑是镜塔上的那个黑袍人在帮他。黑袍人？嗯。后来我们也找人查证过，这百年来都没有亲王臣的消息，所以这九玉山也一直都是青氏的旁支坐镇，他活着的可能性并不大。不管怎么样，亲王臣死要见尸，活要见人。阿焕，怎么了？怎么心神不宁的？姐姐不必担心，可能就是没有休息好。等我回去让人给你准备一些药膳给你补补。姐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我还不是担心你。阿焕，这次见智者大人要谨慎一些。姐姐似乎很惧怕见智者大人。智者大人法力高强，脾性又难以预测，尤其是这段时间。总之你这次要万事小心谨慎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去吧。宇焕见过智者大人。感谢智者大人救命之恩。
是你姐姐告诉你的？姐姐跟我说，苍流真正的主宰者是智者大人，并且智者大人解开了我的权限血契。是彭大人。智者大人召见宇欢。你背着我做了不少事。宇主不敢，是智者大人。智者大人，那天晚上你带上镜塔的是何人？是智者大人请到镜塔上见面的人。智者大人请的人是谁啊？是彭大人，不是与他在藏书阁交过手吗？你这是跟我打哑谜吗？智者大人为什么要监控桑人？玉珠不便多过问，若我生了窥测之意，智者大人是必定会惩罚我的，请石鹏大人恕罪。玉珠确实不知智者大人请的是何人。不要以为智者大人召见宇欢，你们就有了新的靠山。别忘了，当年你们是怎么一步步爬到这个位置上的。玉珠不敢。我命你即刻前往九域，杀了海皇。宇欢，一人前去吗？九义山有青石一族的结界，非空桑人入内，法力减半，而你体内也流着一半空桑之血，是前往九义的最佳人选，这也是除掉海皇的最佳时机。不敢欺瞒智者大人，宇幻草多次败于海皇苏魔之手。你惧怕他？何以为惧？但我必须承认，现在的我还无法打败他。承认失败是好事，却不该就此被桎梏。谢智者教诲。我传授你一阵法，此阵名为火阵，专克全心，你只需引他入阵即可。谢智者大人。那到了，妍希，送到这里，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我马上就要进九翼了，可能有好几天都见不到你了。你消消气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听村里的老爷爷说，老生气对身体不好。那我就最后再解释一下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骗珍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算了，你不生气就好了。你进了山，不要乱跑，
也不要离真蓝太子和西京将军太远，要听他们的话，务必小心。嗯，好了，任务为重，你回去的路上多加小心啊。麻烦二位照顾那生。走吧，那生小姐。那生，林夕，林夕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不回大营了，我在这里接应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解封印，你一个人务必小心啊！你在这儿等我，我现在就走，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解封印，你不摔着，注意安全。走吧，等我们回来。自从空桑沦落，这九夷山就被这结界给罩住了。我跟听曾路过这里多次，但现在谁是九夷王？没有半点消息露出来，这九夷王宫里一定没几个人吧？阴森森的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啊，你可不能乱跑啊，跟紧了西京。殿下，等会儿我们是直接上山去那九夷王宫会会九夷王吗？是，到时候我们先以空桑流民自居，不要暴露身份。嗯。黄天亮了，是不是阿英那边出事了？不是不是。那你瞎叫什么？我们应该离另外一个封印不远了，你等一下啊。不是，那生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已经跟着你在这林子里面走了一个时辰了。不是，应该就在那边，那边应该就是白薇王后的衣冠冢。小心，有可能是陷阱。会是什么呢？难道是土龙？快走！应该就是这儿。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个衣冠冢，进去看看。嗯，百威王后是空桑的第一位王后，她的衣冠冢是供后人瞻仰的，怎么这样？对呀、啊，衣冠冢不应该是个墓吗？但这明明是竹屋啊！哎，奇怪，你们看，蔷薇的印记。
这里就算不是衣冠冢的话，想必也与白眉王后有关。要不我们进去看看。殿下。嗯，你退一下，我来看。南生，过来。大胆盗宝贼，百位王后的衣冠冢竟然也敢乱闯。你是何人？你们又是何人，竟敢擅闯此处？空桑人，这位姑娘可不是空桑人。姑娘，我们是刚从中州赶过来的空桑人，到了此地特意来祭拜先祖的。祭拜先祖？空桑已经没了百年，怎么还会有人祭拜？归去，彼时。